今天用空气炸锅给大家分享一个纸杯蛋糕的做法，非常的松软香甜，超级好吃。一起来看一下是怎么做的吧。倒入75克的酸奶，打入3颗鸡蛋，倒入150克的蛋糕粉，再来10克的玉米油，先搅拌均匀。用电动打蛋器打发至这个蛋糕糊发白，像这样就行了。把这个蛋糕杯放到空气炸锅里面，把这个蛋糕糊倒入量杯里，再往里面倒，这样非常容易，不要倒满。可以放上自己爱吃的水果，140度烤30分钟。哇塞，太漂亮了，闻起来特别的香甜。哇塞，里面是特别的暄软，看着就超级的有食欲。喜欢吃蛋糕的朋友一定要试一下。